的新文化运动不应该限制在精英阶段的思想启蒙，搁爱改造社会，中央官员我承认。我感觉你迄个二十年无讲政治想法，想无实际啊。首相，今仔日的聚会真有可能变作一场辩论啊。安怎讲呢？你拄着对手啊，实际是听我的话哦，才唔惊万里路远对美国转来。是啊。我愿意就这个问题向首相先生请教。好，今仔日咱三个人就好好来谈论，规暝到天光。来，入去厝内，今晚接风宴已经拢摆好啊，欢迎恁回来。新青年，我回来啊。